这鞋真硬。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两个孩子互换了滑雪装备，互相指导。我操！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孩子的一个成功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家庭，或者这家庭这两种家庭的教育方式的一种成功。他们两个家庭父母跟孩子之间是尽量是趋于一个平等的，就是说尊重这两个词其实是一直在贯穿到他们这个家庭里面的。像我拍摄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拍摄是这两个孩子跟我在拍摄的，而父母也并没有说老是跟在旁边管那么多，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放手给了他们挺多的这种自主权。就包括谷爱凌最后夺冠那一条，就是他妈妈给他打电话，那你保守一点，有奖牌了对不对，那他最后还是要挑战把这个金牌拿到手了，那我也在看直播呀，我也看惊呆了。